吕善良的富婆妈妈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和甄子丹两家人一起去爬山的照片，吕良伟18岁的儿子吕善良也有出镜。吕善良戴着墨镜对着镜头比出大拇指，宽松的蓝色 T 恤也遮不住他的肚子，惹得不少网友吐槽吕善良越来越横向发展了。相比起来，甄子丹的女儿甄子如穿着一身紧身的运动衣，戴着粉色棒球帽，看起来青春靓丽，身材非常好。吕善良的富婆妈妈还特意把吕善良和甄子如的合照放在第一张，看起来非常喜欢甄子如。吕良伟一家人和甄子丹一家人多年来一直十分要好，吕良伟之前还开玩笑地表示想和甄子丹结成亲家，笑称吕善良非常喜欢甄子丹的女儿，希望两家人亲上加亲，不过两家的孩子都还小，一直没有后续。前不久，吕良伟一家三口还一起出席王诗诗39岁的生日宴会，吕善王也有出席。当时吕良伟穿着一件肉粉色的短袖，头发梳成中分，笑着看向镜头，虽然脸上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皱纹，但是完全不影响他的颜值，帅气依旧，一点都不像是63岁的人。相比起来，18岁的吕善良颜值远不如爸妈，他穿着一件黑色衬衣，戴着一副框架眼镜，站在妈妈后边，脸上的肥肉把眼睛挤得非常小，看起来双眼无神。而甄子丹的女儿甄子如则乖巧地坐在王诗诗的旁边，对着镜头笑得非常开心，一头长发披在肩上，明眸皓齿，气质十分优雅。虽然吕善良一直被吐槽颜值不如父母胖等等，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减肥，吕善良的妈妈也经常督促他，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出吕善良做运动减肥的照片或者视频，还给儿子加油道，肥仔都是潜力股， Ryan 加油。不管如何，希望吕善良早日减肥成功，也希望他们两家人能一直这样幸福开心下去吧。